现在成了我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进屋？我抓起来。哎，没有证据不能抓人。他就是特务，抓起来。李小媛，他不是特务。你需要女人的温柔，你把手放在我。不要啊你！不要再哄你！什么呀？我刚刚突然有个幻觉，我以为你是我女朋友。他非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恨所有爱你的人，他恨所有帮助过你的人，他太厉害。有事昌，韩秋，我想了想，大概只是因为。只是因为你长得很像他，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。我现在喜欢你，想和他共度未来的人是你，沈寒秋。是你，是苏明涛，是沈寒秋，谁破坏了机器？谁在反革命？我知道了，过来，都是你的。你的未婚妻不就是沈寒秋吗？怎么会是沈寒秋呢？我今天才第一天看到他，他怎么会是我的未婚妻呢？明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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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看我的脸，我的眼睛，我的鼻子，我的嘴巴，我的耳朵。他是进屋五，是反动特务。你和他好，你疯了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没有。看着我的眼睛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什么？你可以去自首啊，到时候可以给你宽的。我总有一天会把你的腐朽本质、反动原理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怎么就？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会奉陪到我，我倒要看看谁笑到最后。